原标题：当年原子弹炸毁广岛，但可知广岛人做过什么？看完就不会同情了。当年原子弹炸毁广岛，但可知广岛人做过什么？看完就不会同情了。当年原子弹炸毁广岛，但可知广岛人做过什么？看完就不会同情了。当年美军的原子弹炸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涉江两块本是生机的大地尽毁。虽然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作恶多端，但是这两颗原子弹还是比较狠的，所以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同情。但是你们又知道当年广岛人做过什么吗？看完你可能就不会去同情他们。当年日军在侵略我国武汉时，广岛的日本人更是拉出了庆祝字眼的条幅，他们明知道在中国有着一大批像他们一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死于日军魔掌，但是他们还是支持者并且欢庆着。除此之外，日军恶名昭著的第五师团就是他们广岛人所成立的。想想他们当年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杀了我们多少无辜同胞，现在想想还恨得牙齿咬。现在每年的八月六日，他们日本都知道会去举行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以此祭奠那些死去的人民。但是他们有想过他们是为什么而死吗？不就是因为他们日本人自己的无止境野心吗？他们能去纪念被炸死的日本同胞，却没胆去承认残害我们同胞的历史。现在你们还会去同情他们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